看我是妹妹。啊，我是小黑。今天我是小黑，继续来玩《奇怪的太阳》大 PK。小黑，上次太阳大家都说你赢了，这次能不能干着我呀？那肯定不行。没问题。好，那现在开始吧。哎，看我买了一整箱史莱姆。我也买了一整箱史莱姆，又买了一整箱史莱姆，又买了一大箱史莱姆。先给大家看看我的你 ，M 家的奶罐奇葩椒，它这个包装好可爱，上面还有两个耳朵，还有黄油泥，一款黑色珠光泥，一款蜂蜜水果茶，第二箱，一款蓝色质感泥，一款甜品透碳，一款桃桃冻，一款黄桃泥，一款杨梅透碳，一款奶茶泥，还有一大盒正品泥，这个泥真白。第三箱，一款冰霜透碳套装，一款牛油果奇葩椒，哇，它真的打给了一个火龙果，好香，一款水蜜桃透碳，一款猫爪奇葩椒，这款泥上面还搭配了一个小猫咪，太可爱了吧。一款糖果透碳，还有五款正品奇葩椒，没有了吧？谁说没有了？重头戏还在后面。什么呀？哎，噔噔，超好看的圣诞节奇葩椒礼盒，哇，真的好看！而且还送了一包零食。我先给大家玩一下我的这款蓝色质感泥，打开看看，质感好弹啊，像戳果冻一样，颜色像海水一样蓝。感觉这款泥的手感和桃花洞差不多，但是它的拉伸性更强，它里面的气泡看来很好看，还能甩泡泡玩。哦，它还能吹泡泡玩，好有意思啊！怎么样，我的泥好玩吧？那你好玩，比我买的多就算了，还比我买的好。哇，太难了。不过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泥，一款车厘子奇葩椒，一款哈密瓜史莱姆，还有两大罐水蜜桃质感泥。这两罐分量还是蛮大的。一款麻薯，这个看着好像火龙果呀。还有一个小青团，这个好逼真，好看吧？我觉得不好看。没有了，你就这几个？嗯。那我现在给大家玩一下这款车厘子奇葩椒，这个它里面好像溢出来了。哇，好吸手指，直接掰出来了。它底部还有一些珠光的效果呀，质感蛮亮的。先来拉个花，一颗颗晶莹剔透的。哇，拉的花好圆啊，好美。拉伸性挺好的呀，带朵花花送给大家。来看一下起泡效果，感觉有个六七分耶。像起泡的手感特别的绵。小黑，看我的泥起泡多大？你这是什么泥呀？太丑了吧！还敢嘲笑我的泥？大家觉得这次我们小黑谁赢了？记得投我一票啊！